这不大脚婶儿吗？嗯，你咋来了呢？是我大婶儿哈。嗯，你咋来了呢？你说我咋来的？嘿，有好事儿呗。好事儿？是。你干什么来了？你有喜了？不是，说啥呢？啥叫我有喜了？那你咋乐这样啊？谁的？是真的。我当导演了啊！你看我那阵就说大脚婶儿上试镜就得发光，对，嗯，试镜就得反光啊！来，咋的？那个不说，给我换一个好看的搭档吗？啥时候说换搭档呢？我这都够够的。上个导演说的吗？上个导演说的啊，那都不算，现在是我说的算，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啊、绝对相信你，大江婶。知道我叫你来了干啥了吗？干啥呀？我聘为你俩为教官。教官？嗯啊，那明星呢？明星，我让那谁，我让大长脸去找去了。啊，大长脸，长脸呢？哎，来来来。哎呀，杨仔。哎呀连载，哎呀我天，连载，哎，别闹，赶紧给我签个名，快点的啊，赶紧给我签个名来。签哪呀？签脸是吧？观众都明白，真行、啊、真行是吧？你这脸签完名还能贴两副对联，真假的、嗯、这么喜庆。你上联是啥呀？上一联是长脸长脸大长脸。哦，下联脸长脸长大脸长，横批驴是你哥。啊、哦！哎呀，我终于找着我哥了，哥。哎呀，你嫂子也来了。哎呀，来，嫂子。哎呀妈呀，我嫂子团脸，我嫂子。行了，长脸。哎，别整那没用的了、啊。我问你，我让你找的那明星呢？那四位明星哪去了？妈呀，马上就来了！我咳嗽一声，马上闪亮登场。是吗？那赶紧上人。哎，注意了啊！这，接下来上场的是露露和文杰，帅哥组合，哇！哎呀，哎呦，好造型！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的搭档秘密和楚军，啊，哎呦！好、哦，哎呀，这不大长脸的小蜜吗？哎呀，大脚婶儿，哎呀，大长脸，哎呀脸，哎呦，怎么样？热闹，这四位明星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不，现在有一个新问题，是这样的、嗯，你说他们几个当明星了，那问题是谁当主持人呢？对，啊，对。咱们俩行不行呢？咱们俩啊，啥呀？大长脸，我有什么想法，你知道不？什么想法？我现在真想用我这41号的鞋拍在你那48号的脸上。怎么的？我这脸好像鞋盒子似的。知道啥意思不？什么意思呢？用英文给你翻译一下。哦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那个安慕，谢谢你。懂得不客气，还唠上了。哎，那真的，就我现在都当导演了，大家给我点面子好吗？好，好，没问题。那就让大长脸当回主持人，好吗？好的。好，行吧。啊、定了啊！从今开始我就是主持人了。嗯。那个，接下来他们给展示展示，好不好？展示一下。嗯，对，怎么也得 PK 一下。接下来那个沈阳，嗯，对抗一下，好吧？对抗一下。对抗。你可拉倒吧，还对抗？咋的？放放都费劲呢，还对抗？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怎么个对抗法呢？就得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俩展示完了，嗯，让那个浪土和秘密就是展示一下子，学一下，学一下。这么的，我俩一人带一队，行不？啊，行。这边搁中间掐旗，这边的观众归我，这边归你。啊，咱们我们我们俩支持谁呀？好，来来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咱俩就是比高音，哎呀，比高音，比高音，那我绝对不再服你，是啊、行吗？虽然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我不服你。清唱，清唱啊！那。
拿来一壶海。太轻松了，他搞得太轻松了。拿来一壶海，跑调了你还？再来一个更高的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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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来一壶海，壶海。能行吗？能行吗？能行吗？哎，接拿。